为今天好，我们就是感受到那个炎炎的夏日，有没有？很热，很热，很热，对对对。那我们就在他家一个很通风的地方，就是录这一支影片。Yes. 没错，因为大家都知道夏天已经到了，那就到了一个我们大家就是要去海边玩的季节。对，那你知道海边玩的季节，大家最最最最 care 的事情是什么？比基尼。很困扰，嗯，有些毛是不能露出来哦，因为比基尼很少见，对，所以我就知道哪里有些毛什么这就没在这样子，不行，对，所以今天呢，就来和大家呢推荐舒适牌的女性除毛刀。那今天在我手上的这一支呢，就是舒淇 Trip Style 2-in-1 美型刀。这次介绍的美型刀呢，首先它第一个特点就是曲线感应五刀片敷贴你的身体曲线，让你刮起来更顺哦。第二个呢是它有独特安全的防护条，使用上更安全。第三点呢，它遇水呢就会释放含玻尿酸以及美容保湿的凝胶。第四个，它有四段的可调式电动推诊刀，还有二合一的除毛刀哦。看完这个美型刀的介绍之后呢，就可以知道它其实是非常多功能的。对，然后它是 2-in-1， 这边可以除你的长毛，对，除比基尼线或者是长毛使用。然后这边呢，就是可以再把一些短短的小细毛，就是一口气斩草除根，把它刮干净。好了，而且你看，这里超舒服。我怎么觉得连黑血血都刮起来了？真的超白耶！我这里有这个，我腿白一截，怎么讲 ？Oh my god！ 而且它这个凝胶真的非常舒服， wow. 不会让你觉得是不会痛，脚会紧，完全不会。我刚刚刮的比你大力十倍。黑白切，来这边配。哇、wow. ！我要刮一毛。never 剃过，没有，从来没剃过的一毛来给大家看一下。然后我们待会呢，就是要用这个，这个地方先把长的修整干净，然后再用短的把它剃光光，好吧？剃光光。好，那我们先剃一点点。哎，等一下，不要怕，它不会痛啦，我试过，不会痛，不会痛。其实真的就是市占率非常的高，所以你呢，其实，在各大卖场都可以非常轻松的找到替换的刀片。如果呢，你没有什么剃比基尼线，或者是没有剃那种长毛的需求，你就只要买舒淇仕女刀就可以了。它其实头是长一模一样的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只是这个多了一个电动的，可以让你把长毛的部分剃除。而且我真的觉得非常喜欢它的地方，就是因为它有那个凝胶，对，摸起来真的很舒服。对，就是你只要沾水之后，你知道它就会看到它那种弹吸弹吸的，但你不要害怕，因为那个真的就是保护你的皮肤，你根本就不需要刮完以后就什么涂玻尿酸，因为它里面就有玻尿酸，已经帮你保养。对，所以我觉得这一支真的非常推荐大家入手。如果之前真的没有什么除毛经验的话，你是入门款，你就可以买这一支试试看，因为它是不会刮伤你的皮肤，然后也可以非常快速的把你的那个毛剃除，而且剃完以后光滑溜溜。你看我刚刚的脚多光滑。随便，就我跟你讲，他只要身体毛多，个性毛多，随便，只要觉得他毛很多，他就有机会得到我们今天和大家介绍的舒淇 Trim Style 2-in-1 美型刀。没错，而且还有卡龙。
三组就送给你 ，OK？ 很棒，就不要害羞 ，tag 他就对了 ，OK？ 那如果最后喜欢这支影片，不要忘记订阅我们频道，再见，拜拜，拜。